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啊？你就自己很煎熬的事情。啊，这个时候我看到那个敲鼓啊，咚咚咚，咚咚咚，咚咚咚，好像敲得很用力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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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声音呢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要敲出来的声音呢，敲出来的声音呢，敲出来的声音呢，不，搞得人家说头都大了，头都大了，头都大了，现在就是头都大了。那敲出来的声音呢，敲鼓啊，敲鼓啊，敲鼓啊，然后这个鼓声呢？敲出来的鼓声呢，一方面传到爸爸那边，就是刚才那个敲鼓的声音，一方面传到爸爸那边，一方面也传到你这边，也传到这边，也传到这边。你说一句话，那个死了都不答应。你说死了都不答应。哎，对，一个我就是传出来一个，有个地方在敲鼓，敲的声音很大很大。跳的声音很大的，你说死了都不能安宁，死了都不能安宁，哎，死了都不能安宁，死了都不能安宁。哦，原来那个礼部啊，原来一个礼堂啊，礼堂那边广场上面啊，聚了好多人呐、啊，聚了好多人住在那个都在敲鼓啊，能轮得上敲鼓的人呐、啊，都是还有头有面的人，一般的那个。一般的那个底层老百姓还轮不到敲鼓，哎，包括那个王耀辉啊，也在那边敲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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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然后敲鼓敲鼓敲鼓，那个传过来的声音呢、啊，传过来的声音呢、啊，那个年代传过来的声音、啊，第一个先把他女儿给敲走了啊，把他女儿给敲走了，然后那些在那个敲鼓敲鼓的人呢、啊，敲鼓敲鼓的人呢、啊，敲过来，大家都受影响了啊，那代人都受影响了。那代人都受影响了，那代人呢都受影响了。哎，你对着那个原来那个大礼堂那一带的广场上面，那外面那个好像那个大礼堂是南北向的一个大礼堂，门是往南北向的，门是往东边开的那个。他的广他那个一块场地在东边呢、啊，在这边敲啊敲啊，那些当年敲的人呢，好多人都已经死掉了，已经死了，但他应该还在敲。你说，你对他说，你们死了都不答应你呢？你们死了都不答应。哎，你们死了都不答应你呢？你们死了都不答应。哎，你们死了都不答应你。你们死了都不答应。哎，你对他们说，我知道你们感觉很荣耀。我知道你们感觉很荣耀。哎，我们知道你们感觉很荣耀。你们在敲鼓的时候，感觉是人上人了。你们在敲鼓的时候，感觉是人上人。哎，你们在敲鼓的时候，感觉是人上人了。你们在敲鼓的时候，感觉是人上人。哎，然后我看到那个敲鼓的人当中呢，敲鼓的人当中呢，有那个姓席的那个校长吧，还有他老婆姓李的，也在那边，也在那边敲了几下，但是他敲的时间不长，也敲了几下。但感觉敲了一下子，一个还带了个大奖似的，感觉是人上人了。这叫有资格去敲啊，有资格去敲啊！能敲上这个鼓的是应该当地都是那个当官的人呐、啊，在当地当官的人呐、啊，当官的人呐、啊。你说，你说足够了啊，足够了啊，足够了。哎，你们敲鼓没有给我们，哎，你们敲鼓没有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任何的实惠。没给我们带来，没给我们带来任何的幸福。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的幸福。哎，你们带给我们的，哎，只有那个噪音。你们给我们带来的只有那个噪音。哎，你们给我们带来的只有那个噪音。你们给我们带来的只有那个噪音。哎，那个噪音搞得我头都大了啊。搞得我们头都大了啊！搞得我们头都大。啊，然后我看到那个王耀辉，那个也在那边敲啊。你对他说：“王书记，我知道你在本地是排第一位的。”王书记，你在本地是排第一位的。啊，在本地排第一位的。你不
敲鼓，我也知道你是排第一位的。你不敲鼓，我也知道你排第一位的。哎，我知道你家都是很厉害的学生啊。我知道你家都是很厉害的学生。哎，然而你对他说，啊，我承认你在本地是第一位的。然而你告诉他，但你要知道，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呐。你要知道，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。哎，像你这样的人呐，在中国数都数不清呐。像你这样的人，在中国数都数不清。哎，你说那个在中国有这样的人呢，在中国数都数不清的时候，他脸一红啊，就把那个敲鼓的那个一丢啊，他就走开了。走开了啊！哎，你对他说，我再也不想，听到你敲出来的声音。我再也不想听到你敲出来的声音。哎，我再也不想听到你敲出来的声音。我再也不想听到你敲出来的声音。哎，我再也不想听到你敲出来的声音。我再也不想听到你敲出来的声音。你说。我知道你的想法。我知道你的想法。哎，你像在你的葬礼上也有人给你敲鼓。你像在你的葬礼上也有人给你敲鼓。哎，这个敲鼓的意思是吹捧他的意思啊。但是啊，最后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来给你敲鼓。最后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来给你敲鼓。哎，没有任何一个人。来说你的好话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来跟你说好话。哎，因为啊，你从来没有帮老百姓做过任何的实事。因为你从来没有帮老百姓做过实事。哎，你都在欺压人家，霸占人家。你都在欺压人家，霸占人家。哎，刚才我还看到他的人影在那边呢，在敲鼓，他一下子在。你说那个欺压人家，欺压人家的时候，霸占人家的时候，啪一下子就化成就灰在那边了，灰在那边了啊、哎！然后你眼前就亮了。前两天，就是他在敲鼓的，看到那个敲鼓的声音，那个搞起来头都大了，眼睛都花的，眼睛都花的。现在那个敲鼓的声音一停一个，你眼睛也干净了，看起来清爽了啊！哎，慢慢那个耳朵变得清净了啊，清净变以后睡觉也睡得好了，也不再健忘了。那个声音都是他敲出来的，他们那些人，那些人呐、啊，就那个年代啊，应该那个70年代的时候，那帮子曾经在那边敲鼓的人呐、啊，有的人已经去世了，在阴间还在敲啊，现在让他们不要敲了，告诉他们这样的都是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的时候，他们再也不兴风作浪了啊，安静的不敲了，不敲的就安静了，安静了以后再也不投大了。再没有那种声音出来了，啊，后面就是能睡得好了，哦，能睡得好了也不健忘了，哦，哦，哦，现在眼前干净了，好，听得见吗？听得见。啊，好，那就这样啊，这里就这样啊，